到了到了，我 CP 的盲盒赶紧拆开，等不及了。是拼团吃的确认款，因为怕开不出一对，猜猜我磕的 CP 是谁呢？标题貌似已经出卖我了，哈哈哈哈。看到身份卡了吧？没错，我磕的 CP 就是大小姐和那个连赢400场的男人。冷圈 CP 人真的很感谢官方出谷，接下来就是纯拆箱过程了。这个园子真的好可爱呀。荆棘也好可爱，这个认真的小表情，哈哈哈哈哈。还有这个园子送的被当成花瓶的杯子，拒不了交，算了。好可爱，梁小只啊，爱了爱了。